我只相信我眼中看到的你，而不是别人口中的你。唉，不行，咱们还是再来一遍吧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不是，你想啊，那些女白领，每天朝九晚五，工作压力都特别大，她们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，想着就是赶紧去公司。 又要挤公交，又要赶地铁的，而且还要想今天的工作怎么做，所以说不可能像你这么甜美慵懒的。没有想到你挺会观察生活的嘛。不知道有多少小仙女跟我一样，因为上班赶时间来不及化妆，我新研发的唯一。 上妆容易，小仙女，赶快先起来吧。唯一，有个特别好看的视频。唯一，你怎么了？你看过我之前的新闻吗？唯一，我只相信我眼中看到的你。 而不是别人口中的你。在我和你相处的过程中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勇敢、善良的女孩子。而且我相信我的判断。至于过去嘛，谁都有过去啊。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，我随时随地可以当你的倾听者。 大家好。 我是唯一品牌创始人孙唯一。最近我开创了自己的美妆品牌，我觉得我有必要为自己做一个澄清。我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还原一下，大家就知道真相了。哇，这看上去好真实啊，不像是演的。大家都误会了，演的吧？我看他也不像那种人。不就是徐氏公子吗？以上就是事件的真实还原。 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，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，他呀，有您的寄远男人上位，请问你的良心跪得去吗？怎么了？发生大火？你自己看。你这是在自乱阵脚。 仅仅凭视频上的两个声音，就能证明是我们两个人吗？可是我们两个本来就在一起啊，肯定会。你别乱，明明是他的桃色新闻先出现在八卦周刊的，我们家才退婚，紧接着我们俩才在一起。你要记得这个公开顺序，这都是有证可据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放轻松，他这些自导自演的短视频。 外人只会觉得他是自说自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再说，在生意场上，有我助你一臂之力，那个孙唯一，他一点机会没有。